2015华剧大赏最佳男演员，我韩姐想说的想做的就一定会去做。脱衣服吧，都是男人，没什么好变的。你是我女朋友，你不能对别的男生太好。不管多困难，我都不会退缩。谢谢你，愿意为我勇敢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相信你。哎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。投票最后倒数，最佳男演员由你决定。2015华剧大赏颁奖典礼，12月12日晚上8点，三立都会台精彩呈现。